悠悠来了，救我！最近呢、我正在玩宝可梦大集结，如果观众们有在玩的话，有兴趣也记得关注一下我最近发的宝可梦大集结的影片以及直播。最近几天呢都有常常在直播宝可梦大集结哦，欢迎大家可以告诉我要怎么玩，我给一些建议哦，多多来观看一下。那我们影片就继续咯。找的地吗？我觉得不要深入诶、我觉得不要深入。OK， 我们配到场了，来玩泰服的团队突袭卡拉里，然后玩点特别的箱，看一下这一场蓄力克星，不用说了，蓄力克星完爆、最近遇到蓄力克星的几率变高了，之前都很少遇到啊，最近终于轮到我了，之前遇到的几率超级低，不知道在低什么的。我们终于可以常常练习蓄力克星了，真的枪就是不同的枪，你要练习，你刚玩你要花大量时间去熟悉啊，不花大量时间去熟悉，其实我觉得会习惯用原本你常用的枪的打法去用那把新枪，绝不 OK。191，这个伤害，倒一只，他也倒了 ，Double kill。后面还有一只，那是在楼上还是楼下？应该是楼下吧，可能在救哦。你看到敌人的位置，应该都倒了吧？剩下应该在房子，货柜那边吧，我猜。看到了，好的，可惜只有 N500 啊，没有78在那边，可惜呀、我用 USB 杀几个、杀三个，有一个应该是被炸残了。我们可以买个蓄力克星的这一波，蓄力起来，整个都蓄力起来。怎么他在跟我蹲是不是？没有钱了、没有钱。你如果是要跟我要枪的话，我没有钱了，剩100块了。做得好！他跟我说做得好。哎呦，第一场三杀，我怎么被顶上去了？好来哦，第二波蓄力克星好好玩哦。没人，中间没看到人，应该都在房子。楼上。炸残一只，被剪头一只。剪头啊你！真是的，炸残了被剪掉了，真的是。看一下，真的是哦。不要这么的赤血啊，各位队友，不就一颗头而已嘛，让我收掉嘛。啊 ，AN94 啊，这 AN94 我之前在泰服有抽，不过它好像不是射速的，我记得是穿甲的。护甲穿透的，不要脱队，不要脱队，没有人脱队啊！我是走偷袭路线啊！哇，队友全部跟我走呢，跟我走同一条路呢，应该不是跟我走，应该是跟我走同一条路吧？这样不好偷啊！我怕队友在不能开枪的时候就直接开枪，那就等于说浪费。因为有时候真的遇到一些队友，他偷袭偷失败了。我基本上是准确可以偷袭成功，我才会开枪。这边一直可以，这一只绝对是可以的。First blood。然后这边楼上那只不知道还在不在，丢一下。不在了，这边有一只。丁奈，救一下，赶快救。
快救！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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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救啊！毒圈要来了，人要来了，人要来了！休喊啊！休喊啊！休喊啊！人要来了，你还在收？先救啊！休喊啊！这一波休喊啊！这一波不行，这一波不行。你是多想要投啊你？没有这么刺血的吧？先救啊，先救啊！还在收敌人已经要来了，我先走这边，因为我怕他们全部跟我走。他们好像不太，请开麦克风。不太那个，他叫我开麦克风，他们也没开麦克风啊。有有来了。UMP 是不是？救我！搞定！救我 ！Double kill！ 你看到人 ？Triple kill！来那边是谁？哎、欸，吓到我！很多的，他子弹也不够啊。我们将子弹丢出去啊，然后买个三甲，应该够钱了。买个香菇，买个这个，然后把它麦给关掉，有点吵。三秒、两秒、一秒，绕过去。好了，3-1啊，蓄力克星，要完结了吗？这一波，看能不能快速把它完结掉。看到人，好多人。这个惨，哎呀，哦，楼上还有一只，好吃哦，好的 ，nice， 可以啊，蓄力克星，哦。终于有玩到一场，整场都可以玩到蓄力克星的场了。11杀助攻一，输出3000，可以哦，舒服。只是有一局队友选择先补掉人啊，好像是最右边的吗？最右边的那个队友吧，还是旁边那个带米莎的队友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硬要补，其实要先救起来一个，然后再补掉会比较安全，因为其他的敌人就要冲过来要来帮忙，因为敌人这时候不冲啊，其实。就是你反而会全部救起来嘛，那就会逆转嘛，就会直接输掉，直接4-0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因为敌人就是必须冲过来，因为只剩一个，我们只剩一个人了。那敌人的队友一定会说：“哎，他们只剩一个队友了，赶快上来，赶快冲上来，把他杀掉，他已经残血了。”哦，那冲上来就解决了这样。所以其实这边其实正常来讲要先救，看能不能先救，或者先拉掉去补血也 OK。不会说是先补敌人，除非他有带主打、啊，不过我猜应该没有啦，所以那一波是有点可惜啦。不过让我多玩一场蓄力克星了，好不好？还是感谢他，还是感谢他。好了，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留下喜欢、订阅、加旁边小铃铛开启通知。然后平日晚上6点发片，加上是早上9点，有兴趣记得准时收看我的影片了。我们下集的影片再见，各位拜拜。